新疆昆仑市的主活动。其实啊，咱这今年的这活动已经有一个半月啊，相关的系列活动已经几乎都快这个完成了。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切仔面大放送，还有摄影的比赛哦。那等一下还有说故事比赛，所以说区域文化哈非常多元丰富。咱是三个故乡，神教的故乡、切仔面的故乡，还有邓丽君的故乡。这三个故乡带给我们芦洲这两不到三年的时间参加全国的竞赛，我们获得六项的全国的第一名。全国有368个乡镇，咱芦洲参加六项。全国比赛哦，今年差不多有七项，七项全国的乡镇比赛。结果咱芦洲取得六项全国第一名，包括咱今年高龄友善城市的金质奖，还有健康的环境奖。古尼也是拿到台湾唯一的健康城市卓越奖，各友善环境的城市，咱获得4050万的建设的经费。所以咱芦洲足无简单嘞，足无简单嘞，咱的起户，咱朱市长，咱地方啊姐姐啊，咱为了咱芦洲来拍拼。所以吼、哦，讲起来这功劳吼、哦，是恁大家的，是咱大家拍拼的。所以吼、哦，今天从早上到八点半到现在，我也在讲哦，这个人潮汹涌了吼、哦。今天准备5000万，其他旅游款全部搞了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我相信这是我们芦洲非常多元丰富的一个文化哦。啊，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啊，所有的包括我们神将会，我们各个里各个社团。然后各个单位，然后来协助，所以今年办得非常成功。我相信哦，明年我们办得会更成功哦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城市哦。啊，再一次的祝大家，也祝大家今天都能够非常的这个快乐，非常的休闲哦。祝大家平安健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区长的支持。谢谢区长，我们从104。